题、第二题跟第三题。选择题的第二题啊，他说199.5平方，那我是不是有讲过？你先不要管他后面问什么，你先把前面这个接近199.5的漂亮整数是谁？对，是不是2000？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写成2000减掉多少？是减掉0.5，对吧？因为2000减0.5不就是199.5吗？那你去想 a 减 b 括号平方是不是等于 a？ 画一下格子哦，等于 a 平方，然后减，这边是减2ab 加 b 平方，那 a 的话是不是要填2000？然后0.5 ，b 就是0.5哈。很多人这里都写对了，但是算的时候太粗心。来看一下，2000的平方是不是就是4？后面三个零平方之后就会变6个0，可不可以？然后这里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先看2000乘以五，二乘以0.5是不是1？所以是不是1000再乘以2是不是减2000？然后这里是加0.5的平方是多少？对，0.25。所以这边呢，算出来是不是它减掉2000是不是等于3998 399 399 800后面三个零，然后点什么？点2。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啊，重点来了，它这里是，哦，那我没看到，那我先更正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因为我没看到这里是199，这里是199的平方，对不对？ Yeah. 所以这个在这一题不行，它其实是应该要这样才行，199加0.5括号平方，这个才对。我先说为什么这个不行，因为这个是2000的平方，可是人家这里它是199的平方，所以你应该要写这个才对。这个如果要写的话，是不是就 a 加 b 括号平方等于 a 平方加 2ab 加 b 平方，所以 a 是199 0.5， 然后 0.5， 所以来看一下这里199的平方已经写出来了，所以 R 就是后面这一串，这个就是 R， 所以2乘以 0.5 是不是 1， 1再乘以1999是不是1999，然后 0.5 的平方是不是 0.25， 所以 R 等于多少？自己写，这个蓝色的才是。蓝色这个才是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第三题。
那你们看一下哦，它有告诉你说 A 为正整数， B 是介于零跟一之间，所以你的正整数是在这里哦，所以这边是 A， 这边是 B， 所以 A 就是把71乘以53，你们自己乘，数字乘出来之后加1再加1，这个就是 A， 因为它告诉你 B 是小数，那这个就是小数。选择题还有哪一题要问？今天有第五题。第五题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。你们自己算哦，把这个算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。第五题，他说啊，他三元将边长 3A 的正方形 3A 剪成两块正方形，这一块跟这一块哦，剪成两块正方形及两块长方形，然后如果拿掉边长为 2B 的小正方形后，这三块想要拼成一个矩形，那矩形较短的边长为何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的面积是多少，这一块边长乘边长是不是 3A 的平方，这是它的面积，就是边长乘边长，那两块，这两块的面积是多少啊？对了，可以不用这样算，还有一个更快的方法，忽然想到可以跟你们讲一个更快的方法，就是他现在啊，他想要这个大的正方形拿掉这个小的正方形，那是不是就用大正方形的面积减掉小正方形的面积，大正方形的面积就是 3A 平方，小正方形的面积是不是就是 2B 平方，因为边长乘边长，所以在这边的话呢，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9A 平减掉什么4B 平，然后这里他想要请你，这里不要这样写，因为他是要你 A 平方减 B 平方，是不是会等于 A 加 B 乘于什么？乘于 A 减 B， 所以在这里呢，哪一个是长？一边是长，一边是宽，相加的是不是长？相减的是不是就比较短边，所以是宽？所以比较短的边是要写什么答案？自己写。这里不要傻傻的把它撑开哦，我撑开还是要给你们看，说不要这样做哦，因为他要问的是说，你拿掉这个小的之后，希望它拼成一个矩形，所以你应该要用乘法公式的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 a 加 b 乘 a 减 b， 这个就是一个是长，一个是宽，这个才是矩形。我们再检讨。可以吗？好，选择题还有要问的吗？子君有吗？你们不问我就不讲了。